我们今天要来吹泡泡了，对不对？吹泡泡啊，而且它是魔法。魔法？你喜欢吹泡泡吗？我喜欢吹泡泡。哦，这个泡泡怎么了？破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做一个泡泡，这个泡泡不会破。我现在要来吹一个大泡泡咯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泡泡是不是很久不会破。很大的泡泡，对不对？我们准备最后一个咯，你可以在桌子上或是手套上都可以。今天的吹泡泡好不好玩？